是。我这一不小心呐、就走过了，差点。现在已经到一个转折点了，这面是一个所谓的卖房子的这么一个地方。我给大家看看那边的房价啊，大概多少钱呢？87平米，这个是他妈的100多万，这个是53平米，80多万，70多万，这是租房的啊，这是57平米，100万，不便宜啊，这边房子真不便宜，和这个沈阳中国的二线城市有一拼啊，跟一线还差一截。那边有个大妈不知道干嘛，现在天渐渐的亮了。